啊，我有看到有抛个抛个，一包一包的那抛个草，那可能是做草药的，要查清楚再决定。这开的是花，这开花的这个是什么植物啊？台语叫做芒啊草，芒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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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好像网子一样。你看，哦，你看爬的满地都是，好像网子一样，都叫芒啊草。忙啊忙啊，网子台一个忙啊，一忙啊忙啊，忙啊操！用那个手机形式 APP 拍照辨识看看。